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欢迎收看蔬食过健康。我们今天做一个呢很下饭，然后呢很开胃的，叫酱香小炒。我们邀请到的是小黑老师。嘿、hey, 老师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小炒嘛、对不 对, 对，不就是随便炒一炒，可是就很好吃。没错。对对哦，所以这个呢不管是配饭是还是直接吃应该也可以吧，因为老师通常不会加很咸。对啊，它是比较重口味的一道菜。哦，算重口味的。对，所以非常的下饭。对，不然如果吃不了那么多的，绝对不能炒这一道菜。啊，可以啦，一定可以的。嘿，怎么可能不能？对，我看到老师准备的就很单纯，就是豆干跟杏鲍菇。对，它不像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知道的，应该它就是像类似客家小炒。类似这样的方式啊，就是说我们把它改成是素的。对。我看到白豆干呢、对啊，其实我们很少看到白豆干，大部分都是五香的。啊，对对。那这个是白豆干的话，它是完全就是没有染色的。对对，它是最原始的。其实观众朋友有时候就是换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食材，我觉得也蛮好的。是。好，那首先呢，我们先将这个芹菜。啊，芹菜很重要。芹菜我们就把它切，大概是3公分的长度，它的段状切断，对，切断。哎，那还有一个，跟芹菜很像的，哦，那个是碧玉笋，碧玉笋，碧玉笋的话是金针花的韧心，这个叫碧玉笋。这个好像不是常常有，哎，有菜市场都有，现在菜市场都有，对，那碧玉笋呢可以切这样子的，那你看如果厚度如果是太长的，或是宽度你不要那么宽，就是稍微秀一下，就是食材一致，对，然后你就会把它对切，对，这一道了，对这一道料理的话，就是因为它需要都是不要那么粗的条。可是这碧玉笋其实它不用炒很久，碧玉笋的话就是素食里面的葱，对，所以它有特殊的口感，不过它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我记得，对。好，那现在就会跟芹菜一致。好，那就是再切成也是3公分。3公分，好，这样子。这个搞不好你在吃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你是夹到那个芹菜还是碧玉笋。没错。好，那我们给它一点辣椒。哇。所以这道会比较呛辣一点。哇，这辣椒是感觉很丰富的。对，那我们直接切斜片。切斜片哦。记，要怎么切都可以了，我就直接切斜片。不过它里面辣椒籽不是很多哎，所以应该不会太辣吧？等下试试看哦。对。那红萝卜，红萝卜因为我们刚才都是切有点，我就直接切丝了。所以食材一致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这样子夹起来，然后入口才会一致嘛。对。然后你炒的时候，它就是熟成的那个速度也差不多。对。不用太多哦，就一点点就好。配色。对。那我今天增加它的口感。就搭一点杏鲍菇，可是杏鲍菇要怎么切啊？好，重点来，我们就直接把它切条。啊，切条啊。哦，一半哦。也是3公分。对，放进来。那个是我们的白豆干。豆干。白豆干。今天这样子很丰富哎，老师切一切，感觉已经是那个盘子都快装不下了。对。豆干，我看我来把它切一半好了。所以它的切丝感觉会跟那些芹菜、碧玉笋其实是差不多。对，哎，那因为我们等一下那个杏鲍菇会缩水嘛。会，对，刚才我们在搭的颜色就已经很丰富，对，所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老师怎么教我们用白豆干，然后做一个很开胃，然后很下饭的酱香小炒。好，那现在我先给它一大匙的油。有放进来之后，对不对？对。那因为豆干，我们先煸一下。可是豆干因为用不粘锅还好。对。有时候我如果用那种，比如说是那种就是不锈钢锅吗？对，就常有时候我觉得好像会粘锅。就要连就是我们切好的豆干要用厨房纸巾抹擦一下。那不锈钢锅的话，就是稍微热锅一下就好了。真的吗？润油就不会。你讲的那么简单，我也有热锅，也有润油，可是还是粘呢。好，那你急躁了，急躁的意思就是说你装忙，就是下锅之后它还没煎香，你就在那边狂炒。对，我们可以让它表面上的蛋白质有点焦化，再去动它就好。
被你讲对了，对，应该是好像东西一下去之后，你的手的铲子没有赶快起来动，好像心里面就觉得不太顺畅。所以很多人在煮菜都是装忙哦，然后到最后面就不想煮了。那就要跟老师一样，话多，话多，不用非常忙，哎，没有很忙。你看铲子都拿在手上，也没有在锅子里。对，好，豆干我们先把它煎到金黄色。哎，真的没动哎，老师真的没动它哎，因为你太早动它的话，因为它就还没金黄色又翻面，这样就很难。所以你要让它蛋白质就是稍微预热凝固一下，你才能去动它。对，就是稍微可以翻一下。是。可是白豆干就是怕说。它那样弄起来会就是没有上色，白白的，会不会感觉就看不活假快？不会，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加酱油，嗯，加酱油它就上色。好，上色了。真的嘞，就是从原本的有点类似白色变得比较米色了哈。嗯，好，有没有？嗯，就像这样是变成是你刚才讲的黄豆干。对，哦。可是看起来，其实老师因为对切，所以它变比较薄，感觉那每一条都很嫩的感觉。对，真的很嫩哦。对，因为在加的过程当中哦，它又会变熟化，然后就变得更嫩。哦，所以我下次也要来试试看用白豆干。嗯，对，错，我们家几乎都是吃白豆干。今晚这次我们先把这个豆干条拨到旁边去。哦，接下来呢？你先炒菇，哦，杏鲍菇先下去。杏鲍菇，而且我们锅底里面其实还有一点油哦。是的，嗯，因为豆干其实它不太会吃油，嗯，反而杏鲍菇比较会吃油。哦，所以开始会比较。先把豆干先煸香。对，嗯，然后它油也不会吸进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个杏鲍菇下去。嗯，对，一样不要动它吗？杏鲍菇吗？嗯，对，杏鲍菇先不要动它，但另外一边我先煸豆干。所以你锅子还可以把它一分为二，嘿，一锅两菜是吗？豆干算一个菜吗？对，没有，你这样子，老师你这样子就让我想到那个我们小学的时候，跟隔壁的同学两个人坐一桌要画线，对，然后出去还牵一个小手，然后用一个这样子。所以这两个你看一锅还可以两用，对，嗯，先不要结合在一起。哦，所以它油就很多，都会把它吸进去。可是它等一下那个多糖体释放出来，它就又跟着吃。那现在豆干慢慢变色。对。所以它变的这个色是比较金黄色的。对，金黄色过之后呢，就刚才讲它不会那么白，对，不会那么的白。它跟五香豆干确实是不一样。嗯，对。可是现在上色之后就有了，有点感觉。对。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跟我一样，常常都，可是我去市场，我看到很多人拿也都是拿五香豆干啊。对，因为他有人会觉得就是说五香豆干它的颜色比较光感比较好。对。那就是卖相，卖相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的健康的要求跟认知上的话，食物呢是越接近天然是越健康的。对，是。对，所以刚做好的豆干它是基本颜色是白色的。而且老师，你刚刚在拿那个白豆干，我觉得白豆干看起来也比那个五香豆干更嫩，很嫩，对 对，这个一样是豆腐店自己做的，就很嫩，对。豆干买太多回去跟豆腐一样，都要先泡水，嗯，因为它是豆制品，它放在水里面，其实它可以多延长个一两天呢，对，嗯。然后放进来之后啊，我现在给它红萝卜，差不多喽，嗯，红萝卜跟辣椒我们先进来，我先给它辣一点。哦，辣椒这么早下就应该是稍微会，会够辣。对，我们就希望大家吃辣一点。对，因为老师一开始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很下饭的菜。对，嗯。好，那现在水汽一起出来之后，好，我们先把那个它的多糖体的水，杏鲍菇的多糖体的水稍微让它收一下，收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下去那个，红萝卜刚刚好，你看它红萝卜因为有油的结合，它那个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又出来了。对，而且这道菜不能加水哦，不加水。不加水。对。好，那我为了它收成速度更快的话，我就现在先加胡椒粉。嗯，对。好，那等一下豆瓣酱来了。哦，豆瓣酱。豆瓣酱，我们今天的分量大概一大匙就好了。嗯。我们又有辣椒，又有辣豆瓣酱。好，那等一下会下酱油，嗯，就糖先给它
二分之一匙好了。那豆瓣酱也有咸度嘛，哈。对对，所以我们下的酱油不要太多，酱油再给它打匙就好了。哦，然后这样子的话，那个白豆干它应该上色就会上的比较好一点。嗯。哦，这样子不加水了。哎，因为菇类会一直出水。哦，这样。菇类会一直出水，对。哦，然后等一下我们又有那个芹菜跟碧玉笋下去。对。好，我稍微转小。好。这个时候就是要快炒了吧？对，哦，这样香啦，我都不用这样，不用这样剥，我就闻到了。因为你的吸力太强了，味道都被你吸收，都到我这里来了。好，碧玉笋跟芹菜进来喽，一起下了。对，哎，所以表示我们这道菜快要好了，对不对？而且完全不用加香油。嗯，哇，香哎！现在就是那个酱香，然后一点点辣辣味道跟那个芹菜的味道都出来了哦。站在这里是有福利，可是那个口水就会一直吞，嘿，因为太下饭了。这个就是那种咸香辣，对对，然后要给它干干的。嗯，这样拌下去，对啊，那个刚刚那一些本来有一点点水分，好像也都吸的差不多了哈。对。哦，所以老师就一直边炒，嗯，对。因为盖的有大量的食蔬进来哈，对，让它瘦了一点。所以我们也不要盖锅盖，对不对？这不用盖锅盖，对。嗯。所以不要闷哦。对，最主要是让它的刚才的菇的水尽量可以蒸发掉。哎，真的，你现在叫我去分，我还真分不出来哪一个是豆干，哪一个是杏鲍菇。对对。然后它上色了。哇，漂亮漂亮。转火。哦。哇，完成哎。来，关火了，好，关火了，它你看那个锅子还是在那抢抢棍，是，嗯，还有一个，哇，这个辣椒还挺多的，然后而且老师就是斜斜的切的很大片，对，嗯，所以那个它很抢色哦，对，而且刚才碧玉笋切一半是正确的，对，因为就会跟刚才芹菜是一模。所以现在就是有两种东西分不清楚，豆干、杏鲍菇分不清楚，碧玉笋跟芹菜也分不清楚。哎，就分得出来辣椒而已，嘿。是，嘿，酱香小炒上菜咯。哦，酱香小炒，对，非常下饭的一道菜。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看我真的夹下去，我还真的不知道，哎，可能我老花也有关系啦哈，就是这样夹，就不知道在吃夹到什么东西。这里面应该有豆干，有杏鲍菇，有豆干呐、啊，蔬菜的脆口它是存在的。嗯，那你会发现这样豆干煸过之后呢，它的豆香味是比较足的。对，我这一口，哎，我运气很好，刚好夹到有碧玉笋，是，有芹菜，对，然后有豆干，然后有杏鲍菇，哇，这里面是什么口感呢？超级丰富的，就是豆香味。咬一咬，要后面才会出来，真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哎，那个杏鲍菇是 Q 的，豆干是软嫩的，再来就是碧玉笋是脆的，是。然后再来呢，芹菜是香的，真的。再加上老师放的辣椒，哎呀，完美。而且它那个不是很辣，不是呛辣的感觉，不是，对，就是一点点辣，你就觉得这道菜是有辣的，可是不至于让你觉得哎呦我的妈呀，怎么这么辣？不会，对，不会辣到你的头皮会发麻，但是它有没有会有辣椒的香气，它有一点点咸咸辣辣的，可是这个咸呢，对，如果你喜欢口味重一点，或许你可以加咸一点，是，可是对我而言，就是我其实没有吃很多的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刚刚好，是因为豆干等于是它是蛋白质嘛，对，然后再加上那个杏鲍菇，它有很多的纤维，没错，哇，对，超营养的一道菜，而且简单。